王老师，我那个大张的烤子最近也是练一练嘛，请假练一练。王经理，你谁准备？我准备叫黄阿锦送的，你也要送一张。
都没下雨吗？没下雨。哦，一阵一阵的是？就一阵而已。那味道好像很干燥那种感觉。而且那个味道出来，就是有点出现那种味道。啊，下生的生姜味。要让它下大雨才对。是没有下啊，雨伞都没有很湿。不是呀，都很湿，很湿，这么久。这么久会不会？我们越退越没下。很久哎，本来都会下雨哦，没事，夏天都下雨。怕到时候雨势很大。要写一张，要写那个经历呀。分享。